就告诉他，先把这个误会解开吧。我刚才说了，我可能之间有些误会，他可能觉得我们要给他们压指标，但是我们不会给他压销售指标，他只要照着我们做就好了。那你刚刚说的是，那你跟他说的是啥意思呀？我就说可能有些误会啊，可能我们就要澄清一下，通过沟通来解决一那下人呀。家咋觉得是要压指标呢？开始他是觉得是要压指标。啊？你们是英文聊天吧，对吧？